市长，市长，你今天讲人家草包跟菜包，现在你这样讲别人，很多人说你是单方包跟叉烧包，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是什么包？你没有什么包，叫做公事包是？公事包，我有个公事包。我想当市长以后，陈佩琪蛮有的。我以前在台大有一个，不过已经用到都烂烂的了。哎呀，哇，那一大堆公资料。好厚，我发现我都没有时间读，你们变成搬回去又搬来，每天提这个好像在练哑铃一样。你爬楼梯的时候也会自己拿吗？对啊，不然难道还要叫助理帮你拿对吧？那里面还有什么？没有啊，就还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牙刷，还有我这医生的习惯了，到哪裡都要带药的。所以你有什么感冒头痛啊，我都可以随时有药可以用。可以找你拿药？可以啊，这个是医生本色。现在好逗了，现在没当市长，我是那个。准备去百货公司回来那个塑胶袋，比较大塑胶袋在用。那你觉得你跟你这个公司包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锦州街那蒋渭水纪念公园那个铜像啊，很有意思啊，就是一手提一个公司包啊，一手那个卷铺盖的铺盖。我们就提醒我们在能够做事的时候尽量做，就这样。好哦，那就市长继续办公。